大家好，我是小麦克。你知道做一个导游几点要起床吗？一般的话都4点多起床准备，然后5、6点出门，再到客人的时候大概在6点半左右，把客人全部收完都要7、8点了。我太难了。导游已经起来工作几个小时了嘞。今天的温度非常的特别，现在温度是7度，现在外面天还没亮，我就要出门的咯。有人很羡慕导游的生活，想当一个合格导游，你必须有这么强的战斗力。客人都回家了，我们还要清洁一整台游览车。哇哦！那你说导游一天能赚多少钱呢？那就看看运气啦。哎呦我的妈！小车接客人，今天是寒流来袭，特别冷，大家还在被窝里躺着，我们就已经起来干活了。加油！第一个客人出现哦，哇，那群姐冒着寒流参加，好感动哦。第一站出发了，第二站，第三站到了，不知道第几站上来了啦，继续努力，你还没停，但无人，终于收到教授了。这一个收完就完成我们今天收客任务，谢谢分享。